钻戒出国游陪领奖，奶茶妹妹和刘强东这一对自感情曝光以来秀恩爱的规格直线上升啊。日前身着黑色 T 恤的霸道总裁刘强东开豪车陪小女友看牙医，全程陪伴嘘寒问暖，备受感动的奶茶妹妹笑得合不拢腿呀，啊不是，是合不拢嘴呀，旁若无人娇羞状的索要抱抱，两人卿卿我我，好不甜蜜。照片中奶茶妹妹的眼睛分秒都没有离开过自己失爱男友，就连离开去看牙医也是一脸不舍的表情啊。有网友感叹，每天这么甜蜜当然牙不好啦。优酷询问了奶茶妹妹，是奶茶喝多了吧，整理报道。